我们怎么补种子那个育苗？好，那接下来文雄学长教我们认识杂草。上山的那个过程，你看都是峭壁，有石头啊，然后下面都悬崖。如果你一不小心就没有看路的话，你就会掉下去，就很危险。然后
所以老师就一直告诉我们说哪里要注意了，哪里要注意。